在退潮以后，总会遗留下一些神奇的海洋生物。这今天不知道是哪老铁给我带来的好运，让我今天能遇到这样一个大的海胆。别人家的小哥哥、小妹妹都有双击了，不知道咱有没有？咱家进来的宝宝们能否给我留下个双击？喜欢大海的关注我，明天给你干好了。Hello， 朋友们，这个是深海大章鱼啊！我的妈，是真大呀！有没有老铁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个是抱头啊，还是抱腿啊？我的妈，带大！如果你没见过的话，麻烦留下一个双击啊！关注老铁们，下午好啊！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呛蟹专业户啊。说起这个呛沙马蟹啊，我就是满满的自豪感。这个呛沙马蟹啊，咱呛的没有十回也得有八回了。很多小哥哥和小姐姐私信我说，他们说就是想看，只要你挂沙马。来吧，兄弟们，这条鱼叫蛤蟆鱼，它也叫安康鱼啊。看到它，我瞬间找回了我失去多年的自信啊！你怎么长得比我还丑？这一双迷人的小眼睛，祝愿所有看到此视频的老铁好运久久，幸福安康啊！喜欢大海的朋友可以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吧。有人说你这么晚了还发作品干嘛呀？人家都睡觉了，也不给你双击了。我想说啊，只要是在那儿的不锈钢，不管多晚，还是早晨，还是晚上、中午。只要看见我的作品，都会给我点个双击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有一天的收获，都给。